为了回馈消费民众，三重一间火锅店推出了送蛋活动，只要最近到店里消费开锅，就多赠送一颗鸡蛋。新北所有的分店加起来共准备了10000颗的鸡蛋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两位吗？对，两位。我们现在有推出新的活动，对，现在只要开锅我们都送一颗蛋，那只要现在现场加入会我们再多送一颗蛋哦。最近只要在路上看到贩售鸡蛋的地方，有很高的几率总是大排长龙。这一波的缺蛋情况，许多民众也很有感。我去早餐店买蛋加蛋，他有时候都会跟我说没货啊。我在 Uber 上面有时候点也点不到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啊，像我因为有在运动，可能我有时候都要去买茶叶蛋，可是因为已经缺很久了，所以现在其实没有蛋也是蛮困扰的。你好，那这是这次活动赠送的蛋，那请慢用哦，谢谢。到火锅店吃饭通常会附上一颗鸡蛋，位在三重的火锅店除了附赠的鸡蛋外，他们还释出了其他进货的鸡蛋，即日起只要到店里开锅消费就再另外赠送一颗。这一波活动结合其他分店共释出了10000颗蛋品，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这一波经过我们专业的分析，我们决定释出10000颗蛋，在我们的4间门市，同时有没有就是做活动，让客人来我们店里用餐，有没有就是我们就赠送他鸡蛋。那活动内容大概如下，就是如果他开锅，我们就送一颗蛋；加入我们的会员，我们会再送第二蛋，因为数量有限，我们送完为止。业者还表示，赠送的蛋也都可以外带，另外食材都是和厂商签约好，有固定的进货数量。虽然不确定下一批鸡蛋能不能顺利到货，但有机会也希望能再回馈给民众，将品牌精神化为实际行动。记者高新峰、林家珍三重采访报道。